上车了啊，家人们上车了。早上起来拿去代餐，哥姐们不敢吃包子，不敢吃油条，这种不敢吃面条的家人们都可以去喝。明天拍的，明天会更好拍到了吗？好的。嗯，还有两单，刚刚那个五单还有两单，家人们。29号买的葛根粉收到了，29号有给大家上葛根粉吗？晚上好，晚上好，哥几们，都抢到了是不是？都抢到了，我去下车了，家人们。然后不知道怎么泡，哎，这个怎么老是跳上来？来，不知道怎么泡的家人们看过来，教大家怎么去泡啊。咱每天早上，领取2勺在杯子里面啊，然后用这个对葛根粉，然后用这个什么东西冷的开水把它给稀释掉啊，凉白开，把它稀释成牛奶的形状啊，淡淡的一点水稀释成牛奶的形状，然后再加入滚烫的开水，哥姐们，滚烫的开水，然后就可以泡熟就可以吃了，知道吧，哥姐叔叔阿姨们啊，都明白怎么吃了吧？明白了的话我就先下掉了啊，哥姐们，明白了的话我就先下掉了。说的什么？今天拍的湖北啥时候到呀？湖北是不是？湖北的话应该要3到4个太阳日，哥姐们，3到4个太阳日，有空来香港玩。香港我们能去吗？好的，好的，谢谢哥姐们。哦，我忘了把我的小香菇收回来，哥姐们，我忘了把小香菇收回来，等一下啊。佳薇妹妹。那个是包子粉，哥姐们，那个是包子粉，我得收进来，不然待会儿下雨了。这么优秀，加油！好，谢谢哥姐们，我会加油的。哎。来，家人们有没有想要花茶？有没有家人们想要的花茶？你的鹤都是什么？你的鹤都是真鹤吧？哦，你的货是不是？对，是的，哥姐们，是的。来，这个东西，雪台菊今天晚上只有10单，哥姐们，希望你们那个能够。体谅一下，雪菜菊今天晚上只有10单。来，家人们，有没有知道佳薇手里这个东西是什么的？知道的全屏把他的名字打在公屏上面，不知道的哥姐叔叔们，佳薇教大家认识一下这个山里的好东西，好不好？这个是什么，家人们？它是一个来自高山雪山脚下的一个好东西，是拿来泡水来喝的，哥姐们，拿来泡水来喝的啊。它为什么要叫雪胎菊，哥姐们？因为它是生长在雪山脚下，并且喝了10多年的雪山雪水生长出来的啊。为什么要叫它胎菊呢，家人们？你们其实看也看得出来，它是一个没有绽放的花骨朵，哥姐们，没有绽放的花骨朵，所以它就被称为了，因为它跟胚胎一样嘛，所以它就被称为了雪胎菊，哥姐说，你们知不知道？那很多家人们又问，什么样的家人们适合去喝？来，听好了，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有没有经常这个地方用到这个地方的家人们有没有？
有没有经常用到这两块东西的？经常刷手机、刷平板、刷电脑，哎，或者说是程序员，对不对？程序员家里面有小朋友在读书的，需要用到这两块东西的，家人们都可以，都可以给自己的小孩子喝起来，包括咱们自己姐姐和阿姨们平时注重养生啊。想要让自己的这些地方变得白白净净的，也可以去喝，知不知道？我泡一杯给大家看一下啊，卡啦，它是多少卡？它是泡一杯给家人们看一下，卡吗？哥姐姐们，羊肚菌不多了，但是小香菇倒是晒了一点，家人们，小香菇倒是晒了一点。不卡，不卡就好。泡了一杯。雪台菊很好，我收到了，谢谢。谢谢家人们，我就放在这里，这样我就不用端着了。水拿去烧，插。什么样的人适合去喝？来，哥姐说出来吧。咱们有没有经常对着手机、电子、平板，或者说是经常用到这两块的？哥姐说出来没？有没有？年轻的时候，我讲的通俗一点啊，家人们，年轻的时候咱们这两个东西是不是明明亮亮的啊？明明亮亮的，能拍就能发。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总是有一部分家人们觉得这两颗上面蒙上了一层灰灰的东西，导致咱们看其他地方的时候都是模模糊糊的。很多家人们啊，40岁、50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个什么东西，就已经有了那种什么什么老什么花，对不对？这两个眼镜已经戴上来的，这种情况的家人们，大家可以去带点这个雪台菊回去喝起来，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明什么小目目啊。它另外一个帮助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清什么小干干。夏天到了，很多家人们都容易感觉到燥，容易感觉到慌，对不对？哥姐们容易感觉燥，容易感觉慌啊，感觉这里面总是有一团火堵在这里的。哥姐们，有一团小火苗堵在这里的哥姐们，你们也可以把这个茶带回去，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把小火苗给它浇灭的，知不知道？把小火苗给它浇灭的，所以说它可以帮助我们清什么小干干，明什么小木木，这是最主要的，哥姐叔叔们。然后其次一点是，家人们，哥哥和叔叔们有没有平时爱来抽两根的啊？平时没事就来抽两根的哥哥和叔叔们，久而久之，可能你年轻的时候你不管，对咱们的小菲菲不管不顾，现在有很多家人们真的，包括家卫认识的一个哥哥，他还不到30岁，他去白大瓜那里看的时候，白大瓜都跟他讲，他那个小菲菲上面有这么一个小气囊，哥姐们，这么一个小气囊，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平时这个来的比较多啊，这个来的比较多，都会对我这些地方是有影响的。而且嘴巴里面有异味的家人们，你们平时爱喝花茶，对不对？开了花的那种菊花茶、玫瑰花茶、茉莉花茶，这些茶你们喝了之后，没有把自己的这些什么口气清新下来的家人们，可以把这个带回去尝试一下。因为你们看一下这个菊花茶，它就是一股淡淡的什么味道，菊花清香。哥姐叔叔们，它可以帮助咱们去什么清新咱们的口什么气，知不知道？这几种情况的家人们都可以去喝，小朋友也可以给他喝，上了年龄的爷爷奶奶每次总是怎么样啊，吃了东西之后久久不出来的这种，爷爷奶奶也可以去吃，也可以去喝的一个好东西。这个颜色家人们很少有花的，它的颜色泡出来是这种。而且雪胎菊它是一款，您把开水倒进去了之后，它是能够在水中绽放花骨朵的一款花茶，并且所有的花青素、花粉、营养价值此时此刻都在水里面绽放。哥姐叔叔们知不知道？都在水里面绽放。所以家人们，你们喝的不仅仅是一杯茶，更是一份营养，更是一份健康，知道了吧家人们？来，有多少家人们想要的一杯雪胎菊多少钱？一杯雪胎菊35块钱，你们可以去那个茶楼里面看一下，哥姐们，
一杯雪菜取35块钱，你们可以去茶楼里面看一下啊。当然是这种来自高山高海拔的这种花茶哦，并不是那种棚子里面出来的，是那种山里面来的哥姐叔叔们，一杯35块钱，哥姐们。但是你们今天在佳薇直播间里面，我看一下有多少家人们是想要的，诚心想要的。佳薇这里从来没有涨过价，100克100克，就是2两2两给大家上啊，哥姐叔叔们，2两2两给大家上。哥姐叔叔们扣了小一的，佳薇就按照之前佳薇老粉的价格给了你们，好不好？想要因为今天只有10单嘛。十单给大家上了之后就没有了，好不好？今天如果十单抢不完的，我就先给大家上2单，好吧？先给大家上两单嘛。来，我倒数5个数，平时多少块钱？家人们，你们现在去任何其他的波波间里面看，78的也有，68的也有，88的也有，都有，各位姐叔叔们。但是佳薇这里一直都是58，一直都是58啊！你一杯。这么一杯，哥姐们，在茶楼里面35块钱，并且它可以无限续杯，直到它的这个茶汤色泡不出来为止，哥姐叔叔们知不知道？所以说家人们啊，今天让你们花100钱的价格把带回去几百杯，好不好？哥姐们，上到老下到小都可以去喝，嘴巴里面有异味的，亲什么小干干，明什么小木木的，姐姐和阿姨们，这些地方暗黄辣黄的，哥姐们，爷爷奶奶吃了东西久久不出来的，都可以去喝，好不好？我踢出来，这样吧，我也不上10单了，留个几单，给大家上4单，上4单给你们上了，咱们拼手速拼网速去抢，剩下的我就明天再上，知不知道？哥姐叔叔们，来倒数3个数给你们上，3、2、1，好，已经给大家上了，哥姐们，3号链接啊，真真正正来自高山高海拔的一个什么雪胎菊，给到直播间前的哥姐叔叔阿姨们，只要你们拍回去觉得好喝，然后以后可以还来佳薇这里复购，对不对？然后你们带回去觉得好喝，可以给佳薇来波好评，谢谢哥姐叔叔阿姨们对佳薇的鼓励啊，咱们已经给你们上车了。已经上车了，咱们拼手速拼网速去抢就可以了。它的口感菊花清香，哥姐们，非常好喝，夏天来上这种茶是非常好的，哥姐们，都抢到了吧？拍的是不是？拍了，拍到了，我就下掉了，哥姐们，拍到我就下掉了啊！对，开水冲泡，抢到了，谢谢小女小仙女，谢谢，不客气，哥几们。好，应该没有了。那记住，主要是醋加个，知道。是哦，脸上是灵芝孢子粉，哥姐姐们。对，他今天来找过我，家人们。灵芝孢子粉都抢到了吧，家人们？我看一下明天多久能给大家发货，家人们你们需不需要加急？
谢送的粉丝灯牌，哥姐们谢谢送的粉丝灯牌。你和小李现在还在一起吗？没有，哥姐们没有。没有了。好姑娘必定有好的归宿，是不是？但其实他说的，他说他明天还会再来找我，其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我严肃的跟他说，感觉也好像没有什么用。谢谢，谢谢大家的鼓励，但其实我不是很，今天见面了吗？没有见，哥姐们没见，就是今天早上我去城里面发货了之后，我直接没有回家里面去半路，然后去收玉米了。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因为那个三轮车不是要一车一车的把玉米拉回来吗？然后把三轮车拉回来的时候，我邻居的那个娘娘她跟我说，今天她来找过我，不要什么断什么连，切记。你们是同一个地方的吗？其实不算。不算同一个地方，隔得还是挺远的。然后就是现在有很多家们，他们都不知道情况嘛，就会跑过来说我忘恩负义，然后说我对他不管不顾，感觉就意思就是看到他破产了怎么怎么样，我就不跟他在一起的这种。然后就我每天都会收到这种私信的。哥哥粉一斤可以吃多久？一斤你每天两勺两勺的去吃，可以吃个一个月左右的样子。就是他们没有赚到钱，其实赚不赚钱倒是另外一回事儿，哥姐姐们。赚不赚钱倒是另外一回事儿。他们没看视频吗？不要理他们。哎呀，可能每个人他三观不一样吧，哥姐们，每个人他三观不一样，所以就想问题就想的不一样。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有人跳出来说我忘恩负义这种。荔枝包子粉只有一单了，哥姐姐们，只有一单了，我给你们踢出来吧。对，雪太菊隔三差五的喝就可以了，雪太菊隔三差五的喝，你们不在一个频率上面，可能我觉得就是不适合吧，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对吧？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人嘴两张皮，管他们怎么说，不要管，是不是？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有些时候还是会被影响，心理素质还没有那么强。
你是问心无愧的。唉，要是大家都像咱们直播间里面的家人们这样，善解人意就好了。李哥是很爱你的，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想过要鼓励他呀，但是事与愿违。他现在都在给我发消息，哥几们，你喝的是胎菊茶吗？对，胎菊茶。他现在都在给我发消息。我觉得如果我再不长点脑子的话，以后我会吃亏的。一次放多少？这个是我为了它泡得快一点，我就多放了一些。你们平时自己放的时候，一次只需要放八九颗这种，七八颗、九颗这种。但是我已经打算不回他的消息，哥姐姐们，我也不打算见面，不打算回。给他一个机会啊，不了吧，我也得为自己着想。我帮你发消息，你回不回什么意思？这个都是靠个人的，谁也帮不了。是的，友谊在，对，就当是朋友吧。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哥姐姐们。我是这样想的。还是没伤透。哦，我有个电话进来，我不知道谁啊。是的呀，所以说就算了吧，我已经想开了，家人们，大不了当朋友。好，我接个电话啊，哥姐姐们，我接个电话，那我就先下了，你们也要早点休息。
这个是我表姐，家人们，是我表姐，她应该是想要问我什么情况。嗯，好的好的，哥吉们，痴情女子崛起还没有这么严重，家人们。你喝的是什么茶？雪胎菊，家人们，我喝的雪胎菊。想要雪胎菊的，明天再给大家上马啊。然后我就先下掉了。是我表姐，我已经给她挂了，哥姐，我已经给她挂了。我说我下播之后再给她回。谢谢。是不是那个胖胖的？对。小李确实变得华而不实。哎，其实人心难测吧，人心难测，每个人他都有每个阶段的一种状态，自己的人生自己要负责，对不对？肯定的呀，我自己如果不为自己负责的话，那还有谁为我着想？好，哥姐们，我先下了啊，我先下了，收拾东西，明天给大家发货，你们要早点休息吧。然后可能明天我要给大家发一个视频，做一个那种发视频给大家拍一个我有没有找到他的一个视频，因为有很多家人们都一直在问，然后我直播的时候他们也不看嘛，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给我发那种不好听的消息，我只能明天发个消息告诉一下大家。嗯，好，晚安，谢谢超超，晚安。